你闯进我家要干嘛？当然是来拿属于我的东西。你们的工作另有安排，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他做，把睡衣给我换上。四五岁的小孩都会给自己穿衣服了，你还要别人给你穿？我看我最近是不是对你太好？喂，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。你混蛋。小心。他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流了好多血。为什么要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好的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，原来是说。